今日的 G 点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修订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，我们一起支持它。为落实爱国者治港大原则，全国人大常委会昨日通过修订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，完善香港选举制度，爱国者自然拍烂手掌啦，正常香港市民更加高兴到不得了啊。不过有人欢喜有人愁，咁高兴嘅事边个会愁呢？咪就是黄区议员咯。今届区议会被黄友骑劫，他们以为可以藉住百几票选委票去左右特首选举，又成日越权搞事，通过埋啲无厘头议案。今次修订区议会冇咗选委资格，即是话俾你班黄友听，区议会是服务地方的组织，不是政治组织。唔该你哋做好地方工作，专心服务市民，咪再搞搞阵啦。今次的修订可以说是拨乱反正，香港市民必定全力支持。